大日产昭和，超级怪兽。50到55厘米左右吧。母鱼保证啊，全是母鱼。天然顶没有动过，看天然顶没有动过。后半段这个地方有两个匪片，身宽体胖级别的啊，啊不是匪片，这是尾部有段匪。看看侧面，来看看侧面，小胖子，这个大家伙已经爆卵了，这个。现在很早就停食了啊，所以说鱼偏瘦，因为停食停的比较早，鱼偏瘦，但是体型都有啊，看见没有？